怎么都夹不到，怎么差那么多？太快了吧，那个夹子怎么那么快就夹收夹了？我觉得好奇怪。网友PO出的影片让人笑翻，到台南一间夹娃娃机店投币准备夹娃娃，没想到正要夹爪子，却突然在空中定格，根本夹不到商品。线太短了，人家在夹空气耶，然后白白花了几十块。再试一次还是夹不到，在空中一抓就想抓空气，难怪民众有被骗的感觉。但就有其他台主出面示范，说这么短的线还是可以夹。它东西夹得起来啊，夹得起来哦。只是线长没有到很下面吗？这次终于夹起来了，但甩子太轻，还是把物品甩到了一旁。30块，我觉得这是30块的东西啊，那这边写保夹，那个190，我觉得这是欺骗消费者。这个爪子的长度，许多网友看了还是觉得实在太扯。夹娃娃靠技术也靠运气，但连商品都碰不到，夹空气的画面让人看一次笑一次，台主的信誉恐怕也会受到影响。记者赖冠璋、马嘉瑜台南报道。